后悔不？这个弟弟。我觉得这也算是，就是虽然大家都很熟，我们可能互相就是你们支持我很久，然后我也就是一直就是在接受你们对我的热爱还有支持。那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陌生人互相之间的一个善意的双向奔赴吧。对，就是对，就是不是说他一定要送给我们什么东西，我觉得这真的是陌生人之间的一种善意，你感受到了温暖，感受到了别人的善意，然后我们也把我们自己感受到的东西，然后散发给传递给更多的人。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电影想要跟大家说的一件事，是就是一种双向奔赴的爱哈。谢谢谢谢。我们没有办法特别平均的去跟每个人拥抱或者握手，或者是给你们一些海报或者怎么样，但是我觉得就是看到我们的电影，然后我们也这样有过交流，我也希望就是大家能够对感受到我们的诚意。是是是，嗯，最好的礼物，大家多在网上帮我们说说好话，是的，写出自己的感受，是对给大家最好的礼物了。谢谢啊，谢谢这位妹妹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。